星啊！哎呀，真是这个海星山好太早了，在这里多久了？不错啊，这个是太阳海星，煮出来特别的漂亮，收了啊！哇塞，这里硬光很深，你看它还在爬着一个，占它的刺。收了收了收了，哎，这个也是吸在这儿的。哦哦，动了动了，你看它的小触角都动了，三个长得都不一样。这个是小胖子，哎，这个是长长的苗条。一般胖的老大，瘦的都是老二。你看你看你看，拿起来之后它也缩了。哦，看看这个呢，这卖相很不错呀。天哪天哪，回去之后把它给煮出来，嘿嘿，早饭的时候吃着可爽了呢。收了啊，这三个卖相很不错，好处理。走，看这里一只蛋呢，这个是又是碰到以前的那种我不认识的蛋了啊，这不是海鸭蛋，碎了还是破壳了，里边还有的，里边还有的，这是要破壳的吧？剥开它没事儿，它破壳了的话，它就我晃了一下，里边是蛋液，不是破壳。哎，啊，打开打开，耶，有点坏了吧？是不是？正常打开是那种橙黄色的颜色，特别漂亮。这个坏了，闻一下也没变味儿，放在这儿吧，不要了。就瞧着看，这个魔蛤蜊又张口了，你一动它，它会闭上。看飞起来了，哎，看看你，这又是一对儿啊，成群结队的，一点都不孤单呀。收了啊，这有个头不大，带回来，三十块啊，没有啊，哦吼，有一只啊，今天翻的第二个十块，哦，又把自己气开花了。这是皮皮虾，皮皮虾，你看都在这里搞半年呢，在这里扇呼扇呼的小爪子，你看到这个在跑去，你没看到吗？嘿，哦，它多大？哇塞，大赤眼红！哎呀哈 ，sorry， 摔了。